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距离音响。那么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我们距离现在有拓展的一个新的空间，叫 Focal 与 Name 的专卖店。对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空间呢？其实我们距离在这近几年来不断有不少的客人有需求，说想要有一个更棒的更好的聆听空间，我们其实在一直寻觅当中。那在这个寻觅过程中，我们有找到一个不错的空间，那不错空间之后呢，我们也遇到了这个英宝公司有这个 Focal 与 Name 的全球合作计划的配合。那所谓的全球合作计划呢，就是以 Name 与 Focal 做一个专门展售店。对，那么正好我们距离就是我林家宏这个距离的店长，对 Name 跟 Focal 一直都是还蛮喜欢的，所以我们就因缘机会的去做一个配合的搭配组合，然后花了大概快半年的时间，我们才好好的把这个空间完成。对，而完成之际，我们当然也是很努力的推广，向各位介绍 Focal 与 Name 的特别之处。Focal 与 Name 的话，他们两间其实是原本是不同公司。Focal 是法国公司 ，Name 是英国公司。那Focal 在十年前，把 Name 收购了，他们就变成一个财团下的公司这样子。对，那么渐渐的几年来，他们 Focal 就是主打一个行销策略，他们就是希望说让大家更体验 Focal 的声音，然后搭配了 Name 的扩大机的组合。对，这两个组合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搭配。对。因为 Focal 的声音是比较偏中性的，然后 Name 的声音是比较饱满有力厚实的声音表现。对，两者的搭配其实是人见人爱的好声音的表现。对，那么这个空间的特点呢，其实这个空间的特点我们在很多的部分其实做了很多用心的陈列，不管是电材啊，还是说接地系统，还有在线材的选用，都是我们严选搭配组合而成的。当然也会有，也都是合乎比例原则去做一个组合搭配，让客人能够听听这个音响该有的美好声音。那么我相信各位对于 Focal 与 Name 都相当的熟悉以及了解。那么我们首次引进了 Focal 的乌托邦的等级的喇叭，以及 Name 的500系列旗舰等级，对，都有在我们的专门店做陈列。当然最时下流行的这个串流 Name Unity 系列都有做全机种陈列。当然其他的 Focal 啊，以及Name 的其他机种，有兴趣的话都欢迎跟我们讯息，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帮您提供预约试听的服务。那如果有对 Focal 或 Name 的商品疑问，都欢迎随时的讯息给我们，我们都会尽可能的快速回复给您。那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。